欢迎大家来 CT Story 的 Vlog， 我是 CT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带大家来园林最美的公园。这个公园呢是苏家江厝古厝的公园，然后现在刚好是拍摄的时间是二月底，然后刚好就是落雨松正在青黄交界的时候，非常漂亮。你看，这让我有点想到，这是台东的，就是台东的黑森林吗？超美的，我从来不知道说这里有那么漂亮的生态池。你看这边还有就是鸭鸭，然后还有人在写生那样子，这是一个生态公园那样子，但景色超美的。不过比较就是少人经营，然后现在落羽松也非常的漂亮，带大家来看看落羽松，这是超美的。可是你看中间虽然有一点点就小小的坍塌吗？可是还是不损它漂亮的魅力。这边有很多鸭子哦，拍摄一下鸭子，你看是真正的鸭子，它很认真爱游泳，是不是一个很疗愈的景点？好像来了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，这边有点年久失修，不过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才可以看到下面的水，还是要注意小心，不要跌倒那样子。看这边有落羽松，超美的。对，然后这个让我超惊讶的是，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可以去拍照，都会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照片。可能这边有人在野餐，就不好意思去打扰啦。来，我们真的就来站站看，刚刚看到这一个小小的空间。看这边有个小门，它非常厉害，是可以打开哦。而且你看，可以走到顶端，然后去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是不是超美的？我们走到前面好了，不过在这里的那个还是要小心啊。对，是超美的哦，已经没办法言喻说这里是到底有多漂亮了，欢迎自己带大家来这边走走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要记得订阅 City Story 的 Vlog， 然后会不定期的更新哦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